北横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观光地区，很可能会变成我们下一个国家风景区。我们今天规划了六条特别有特色的路线，这六条路线分别具有原住民的文化特色，有这个山水的风景，有挑战极限运动的高空弹跳等等等哈，还有这些农产品的这种体验等等。所以我们很希望说，我们全台湾的民众能够来我们这边一享我们的北横风景，还有北横的这个文化。好，这六大北横主题游程结合名人带路的限定场，不管是体验泰雅族人的一个人文巡礼咯，或者是文艺复兴，到神秘的雪巴部落来体验原民狩猎的生活文化。那追求刺激的话，可以体验一日高空弹跳哦，又或是沏茶这样子的舒压之旅。六大游程非常的精彩可期。